由加拿大导演李云祥所执导的短片《重逢》，以中国大陆一对年轻夫妇的生死离别，揭示了中国塑化人体制造业的黑暗面和尸体来源的可疑性。由前加拿大小姐林彦凡主演的影片《重逢》，内容讲述了一名在医院工作的大陆年轻女子，发现了流行的真人人体展背后的可怕罪行，并决定将它揭露出来。影片一开始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女主角有点紧张，开门发现原来是多年不见的青梅竹马。这位朋友因为职业的关系，知道手机有监控系统，于是隔绝了收讯。短暂重逢后，他们互相提醒小心。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女主角在医院工作，无意间发现了医院害人的秘密，她决定在拿到证据后辞职。就在她准备把资料送出去时，遭到中共警方阻止，甚至制造车祸试图谋杀她。男主角利用特警职务的关系，一直暗中保护女主角。他们结婚后，虽然两人都低调生活，不过还是逃不过当局的监控。这一天，男主角被他的长官叫去审讯调查，被告知女主角涉及国家秘密。如果陈队长不想帮忙的话，那我们只有想其他办法。你想动他？哎，陈队长，都是一家人，不要说伤和气的。我们现在只是想知道，到底是谁泄的密，他又知道些什么。陈队长一定知道叛党叛国的下场吧？男主角要求国家保护他，却得不到长官的保证。他开始怀疑上司可能要对他太太下手了。女主角怀孕后一天不小心被车撞了，左腿必须装上钢板，一年后才能下地。膝关节粉碎性骨折。陈队长，夫人没事吧？还好。那就好。我今天一翻黄历，上面写着伤筋动骨，不宜出行啊。卧床静养，恢复得怎么样？全看陈队长的喽。男主角接到长官威胁的电话后，打算带着妻子逃出中国。就在逃亡过程中，男主角试图带着证据引诱当局的追杀，他们被迫分开了。时间快转到一年半以后，男主角一个人带着证据来到了国外，在经过一个人体展的海报面前，男主角停下了脚步。You don't have to go in.I have to. 男主角寻寻觅觅，或许是心有灵犀，他在一个被塑化的孕妇人体前停下脚步。男主角从被塑化的孕妇脸部一路往下看，看到了腹中的婴儿，看到了那个孕妇左脚的钢板。刹那间他震惊了，这是他的太太。尽管他是特警，想尽办法利用自己的职务保护妻子，但最终他还是被杀害。他的尸体被塑化，并在人体展中展出。人体展主办方承认，展出的尸体和器官来源于中国。外界也再度提出了对中共活体摘取良心犯器官的指控。因人体标本来源争议，去年10月遭到瑞士当局禁止展出。